哎，大家好，解封。那我们要离开我们今天住的冈山，那往市区的方向走。那今天应该是住美丽岛附近。那会先去南子，再去桥，应该先去桥头，然后再去南子。原则上应该就是沿着捷运沿线走了。对，好。那今天天气很好。看起来有蛮多雨，然后太阳不会很大，希望不要下雨，就这样。那昨天住宿这个地方呢，房东他们呢从之前就有开始在做沙发客，那后来加入 Airbnb 这样做，然后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旅人、环岛的都有住过他们那边，甚至他们那个墙上。但是他们那个墙上啊，都有相关的签名，很特别。我觉得这样也不错，因为你是有很多机会啊，跟不同人聊天，然后了解不同人的故事，感觉也是一个不同一种方式，然后也可以让你的生活多一点精彩。好，那原则上先这样咯，拜拜。这个蒜掌冰棒蜜柑的，我现在人在桥头堂堂这边，结果竟然买个冰棒就下雨。好的，拜拜。遇到机车环岛的人，然后他送这个贴纸给我，他们是一群人在机车环岛，很酷。他们都去冰店吃冰点，这贴纸可以收起来。好，那因为现在也放晴了，那我要继续走，往南子的方向走。拜拜。刚刚一位大姐给我的，里面有两罐酥跑，然后我看应该是。三四根香蕉，哎，那午餐有着落了，可以去一边走一边吃。谢谢啦，谢谢，感谢各位大哥大姐的帮忙。现在吃午餐，现在在应该是算南子加工区这边。然后看到一个牛洞，感觉蛮好吃的，就跑过来。没错哦，那个牛洞还有加那个温泉蛋，感觉很赞。好啦，那今天其实走得算慢。好像就是前一天走太多，今天就是力不从心，慢慢走。走到现在应该差不多不到10公里吧，我猜。大概8公里，好累了。好吧，那就加减再走吧。还是要调试一下节奏。它上面的是蒜片，然后这是它的牛肉，
然后在上面，除了上面有青葱、牛肉，它下面还有一层那个梅奶汁。然后它的饭，哦哇，焦焦的，那看到，另外好吃，它应该是用喷枪烤的。啊，淋上的温泉蛋，真赞！嗨，啊，现在休息完了，要去运动。那下午原本要看什么？红南新村吗？还是什么？就它是在那个高雄那个中油的炼油厂的那个园区里面。那我在猜，应该是以前给那个他们员工的一些宿舍吧，然后重新粉刷还是什么啊？但是我就觉得要进去就太麻烦了，就没进去了。对，啊，现在就持续往美丽岛的方向走。OK， 那今天晚上呢，主要是住在六合夜市附近这样子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耶，到美丽岛了。久违的50年，大学时代的记忆。涌泉哥，干起干起变胖，超爆干，久没见，你见了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然后现在都快30岁了。来啊，靠腰。感谢毕业之后，我们最伟大的涌泉司机，涌泉。涌泉，涌泉室友。对，他请我吃50年，然后我还忘记他的名字。Nice。哈哈。那我就到一个市集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峰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在高雄的城市间漫步。那下午呢，就是会往西子湾的方向走。啊，回去看看母校，然后把想吃的都吃一吃，对，大概这样。然后博尔走走晃晃啊，然后最后晚上的话呢，就是跟那个玉山同期进来的一个朋友同事吃个饭这样子。虽然他现在已经离开玉山了，对。好，那今天是一个很惬意的一天。主要走一走也是让自己的脚比较舒服一点。哎，那我今天来吃后面这一家，北港传三代的达拉比狗，这是大学就很爱吃的那个达拉比狗。我本人对达拉比狗没有特别爱，但是我很喜欢喝它，所以它那个五花包子排骨汤真的很好。好几次回来就是不是刚好拿休息公休假日还是什么，对，就一直都没吃到，然后这次回来刚好来吃一下这样子。哎，你看一下，对啊，好，那接下来要去哪里？这个蛮不错吃的，推荐大家吃。对，然后它的那个碳骨瓜排骨汤，它的那个骨瓜是这个蛮不错，然后有点微干，然后它那个排骨啊，其实都炖得很烂，蛮好吃的。然后汤真的很好，然后它的达拉米锅的话，它是上面有肉燥的那一种，对。我是自己觉得吃起来就一般一般，正常。但是我觉得就是蛮香的，还是算蛮香的。但因为我可能本身不太喜欢吃鱼羹，对，所以我来讲不足。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一个我不习惯吃米糕的人，我都觉得还可以。应该喜欢吃的话，就会觉得好吃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就是要继续进食。我现在继续在盐城漫步，然后找间咖啡厅坐下来喝个咖啡。然后盐城还有一家鸭肉蒸啊，就是它的鸭油用得很香，所以它的那个鸭肉饭很好吃。但是呢，我在想，因为我
我早餐大概11点吃，然后现在大概差不多1点半两点左右，我就吃了一个米糕，再加一个苦瓜排骨汤。那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太饱。对，不然的话，可能先因为亚洲真是开中下午没休息，对，可能去咖啡店坐一坐，然后再来去吃亚洲什么，不然我觉得有点受不了，有点太饱。对，好吧，那就是这样，前往。没有，我今天环岛啊，但我今天是高雄一日游。没有，因为我之前是念中山的，所以我就想说回来吃一下那个北港米糕，然后等一下鸭肉蒸吃一吃。哎，先走一走。对，我等一下会回去那个中山。哎，好。有我超多水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遇到一个可爱的阿姨，对方给哦，哎，好了，我找到我要喝咖啡的地方，休息一下，不知道有没有位置。刚那个小列车好酷啊，蛮适合拍照的。然后我现在是走在这个博尔的里面，然后从博尔的这边往前走到鼓山，然后其实哈马星啊，对，因为鼓山区很斜长，就是到哈马星，然后再到中山这样子。这边展我应该是不会晃的，就是走过去看看这样子而已。OK。哎，没错，我来到了我们学校。大学要进入中山大学必经的一个小隧道，就如果你是行人的话，你可以从这边进去，因为大门的话其实用走蛮危险的，那是给车走的。好，那记录一下，难得回来。嗨，我开箱我的中山大学。啊，没有了，不是开箱，就记录一下，反正回来。结果这个隧道里面就是算教学区了，然后出来往右手边一直走是那个理工学院，然后走到后面再往山上走就是宿舍。对，然后进来呢，如果跟着我这样直直走的话，其实就是整个教学的一个集中地。那除了海院跟文学院，其他的院所都在这边。那前面呢，是我之前的社科院社科大楼，是现在镜头的正前方。然后右手边这个是行政大楼。然后这边是理学院，然后一般看夕阳的海堤会往那边走，然后那边会是操场，先往中间走去拍个照，然后再回来。
欸，后面这边就是我之前社会系的社管大楼。欸，前面的威尔西斯算是那时候学生时代，路边想吃点热的，热的都会去那边买。那就是少数在除了宿舍区以外有卖热食的地方，因为有点像你卖那种三明治啊那些。然后这边也会是大家的聊天场所吧。所以如果是学生时代有人。环岛打卡中山大学成功。哎呦，那我在想，再给大家看照，好了，那刚刚在我们算是整个校园的正中央拍过照了，我决定要出去了，因为这个今天这天气，对，刚好云太厚了。是云太后去海堤，也是看到海，然后没有蓝天，没有太阳，其实不漂亮。对，所以决定不浪费时间走过去，那我就直接出去喽。啊，出去呢，再来跟大家讲要吃什么，也不是啊，就是我自己想吃。拜拜，中山大学，拜拜。后面呢就是那个渡轮站，如果要去旗津就要搭那个渡轮，不然你就要绕小港的一个海底隧道过去。然后呢，我那时候在新市会吃杏花亭跟陈家黑轮，对，那大家吃的海之滨基本上我不太吃。然后我们那时候会吃那个福泉，对，福泉豆花冰。我讲的这家，如果用年计算的话，他们至少已经在经营十年这样子，对吧？十年前我大一吗？好可怕啊！怎么那么可怕？哎呀，因为好像观光店比较有名的就是蒋海吃冰啦，但是我们都是吃福泉，就是中山的学生大部分都吃福泉。好，那就这样。好的。那我们来到最后一站，御点茶。蒙古鲜奶茶加粉饺，大学的记忆啊，没有啊，是真的好喝。每个来西子湾的我都会叫他来买，很赞很赞。好，那今天的行程应该都结束了。哎，好，那我等一下到达轻轨。大学的时候最讨厌的轻轨，没想到我现在竟然搭上了。没有啦，当初我就说轻轨这种东西就是对于观光客来讲比较适合，对于你在那边通勤的人就觉得很讨厌，他就站了一个车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些轨道做的都还不错，因为他有一些植栽，然后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就是有那种，我觉得有日本的那种感觉。然后等一下车来，我再拍给大家看。然后再像这种，这样子，有车站。
感谢品成陪吃。我们用饮料杯干杯。拜拜，感谢你请我 吃晚餐。好，拜拜，加油。好，安路上小心哦。好，拜拜。